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接下来请收看晚课。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
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尽全上高丽天宫神通遍地一如是我闻以是佛在道立天为母说法而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我作二十千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要发个前世者闻讯世尊世世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方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有诸种种微妙之音所谓叹波罗蜜是波罗蜜赞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赞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慈悲音悉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诸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弥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以及到高丽天宫所谓是天王天高丽天虚炎摩天都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中天梵福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金天无量金天遍尽天福生天福爱天光果天无相天无梵天无热天善现天善现天则究竟天摩悉受罗天乃至飞翔飞飞翔出天一切天中龙中鬼神等中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庙家神周神夜神空神天神阴湿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耳目鬼王胆邪鬼王胆惊奇鬼王胆胎乱鬼王心病鬼王舌毒鬼王痴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金鬼王如是等鬼鬼王皆来集会而是释迦牟尼佛高闻说是礼法王子菩萨摩诃
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归生此世界，他世界是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即回到他利天者，如是说佛文殊师利白佛云：世尊，若以我身离千劫色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不以佛眼观，故有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救援劫来，以度当度，为度以成就当成就，为成就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以过去就修善根，证无碍之闻佛所言，即当心所效果甚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真实之语，彼怀疑惑，舍是定受为面心般为愿。世尊，光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恨，离何缘，何能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从林到马，诸为善事为成，以我一说作一合，合一僧，合沙一沙，一切一切之内，一成一切一切之内，所记成书经中未解。地藏菩萨真是地国为以来千倍多于上于，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彼之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为身是缘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花阁楼，所起心想，世人当得百般身语，三世三帖，永不堕二道。闻说是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救援，不可说不可说皆现身为大丈者。此时时有佛号曰世子，分寻具足万恒如来十丈者子，见佛相号，见佛庄严，因闻彼佛作何恒愿，而得此相。是世子分寻具足万恒如来高丈者子，欲证此身，当须求愿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十丈者子，因发愿言：我今今未来即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临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与彼佛现离世大愿，于今百千万亿大有大不可说皆尚未。菩萨由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时有佛号曰觉华顶，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想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诸佛身后众所行具行诸作哇，诸天为护其魔心邪常行三宝十世圣女，广设方便，全有其魔灵身正解了此女魔，为全身心不救命中魂身，躲在无间地狱是婆罗门女，自魔在世不幸因果及当岁也必生恶趣，虽败家宅过
光求降化及诸工具，以显佛大慈大心供养坚决化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世中塑化为容，端严必备是佛罗门女站立尊荣，悲身敬仰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摩斯欧当来问佛，彼之处所是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其者神女，我之悲哀，我今是如魔之去处。婆罗门女而长相空而白口曰：是何神的况，我有离我自是魔以来，昼夜一连无处可闻，至目神皆是空中有神，在宝女夜我是如所站立着，过去觉化定自在王如来见若一目，悲于常情众生之本，独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语，具身自不知节节损左右扶持两袖方数而白空曰：愿佛慈悯诉说我魔神界，我今生心将死不求是觉化定自在王如来高声语曰：如供养地藏草凡舍端坐四位，我之名号即当慈母所生居住是婆罗门女，群礼佛以其归其舍以礼目故，端坐念觉化定自在王如来今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倒以海边起水涌飞多处而受，今复贴身飞坐海上恭喜之诸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而受，正去是但有见夜叉其心各疑惑，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离人若见去足罪人失禁而受，佛子破绝头足相救其心万类不堪救世是婆罗门女，一念佛离国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妒忌，手来迎白身女也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是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是何处，无妒大爷此是大铁为山西面第一种二神女，问曰我问铁为之内地狱在中世事是否无多大爷是有地狱神女，问曰我今云何得道欲所无多大爷，若非为神即须业力非此而是终不能道神女，又问此水何缘而来用非多助罪人记忆而受无多大爷，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思之者，今世十九日后无人即是为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死，有无善意当去本业所干地狱，自然现独自海海东十万有寻悠悠一海，其国北是彼海之东悠悠一海，其国腹背三叶而已，之所召干公号也还其出是夜神女，又问鬼王无毒也地狱何在，无毒大约上海之内是大地狱，其出百千个可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只有五百苦毒两次有千百
以无量苦身女有闻大鬼王曰：我末世来为救，不知魂身当知何去。鬼王问身女曰：菩萨之末在身兮何常也？是女答曰：我末邪见机会三宝舍，我真心全有不尽是水日前为之身处度大业。菩萨之魔心是何等神力？当曰：我父我母居婆罗门中，富豪是罗山县，母豪曰地利无度何长其菩萨曰：愿生者却返本处，只有一杯莲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仅仅三日云成孝顺之子，为母舍公修福，不是却花定自在王如来他是非为菩萨之魔得脱地狱，因是无间罪人即日喜得受了具同生起鬼王眼闭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心如梦归，无此事一便于却花定自在王如来他乡之间，霓虹是圆圆，我今未来皆因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十力解脱佛告文殊师利是鬼王无度者，当今才受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是本身即为平地而二十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说无量化身其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记载道理天宫以如来身力故可以方便于诸得解脱从业到处这一个有千万亿哪有他数供之香花来供养佛比诸同来登悲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救援皆来流浪生死流道受苦忏悟修习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生死缘故各获果证即知道理心怀